女人偷腥就像夜行的猫，悄无声息，但是她们在生活中的表现却往往逃不过别人的眼睛，并且容易偷情的女人在生活中也通常逃不过这三个表现。若是你的她有着这些表现，她偷情无疑。第一个，喜欢在你的面前撒谎，因为她时常要去与别的男人约会，这中间空出的时间段折旧成了很大的疑点，所以她会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应付你，但往往一个谎言又需要很多谎言去填满，所以他会对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撒谎，不是因为他想撒谎，而是为了圆谎而撒谎。第二个，对你的态度的冷却，或许以前的他对你热情如春，而当下的他变得越来越冷淡，刚开始或许你不会察觉，但是时间久了，这种冷淡很容易冷到你的心，并且当你发现的时候，往往也已经是他长期在外偷人而出现的心理变化，在这个时候的他也就没有了你值得挽回的理由。第三个，经常会照顾不到家庭，因为在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家，所以对当下已经厌烦，或者是没有了任何感情，所以时常会照顾不到家庭。这个时候的他也就已经意味着婚外情在他的心里已经是深入骨髓，很难抽离。这样的女人不必挽留，一个女人可能会想方设法的去对你隐瞒在外的孽缘，但她生活中的表现、发自内心的态度，也就成了她在外友情不可磨灭的证据。一个再狡猾的狼，也逃不过猎人如鹰一般的眼神。